好，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国足的最新消息。昨天中国男足全队放假调整一天，今天起的四天他们将会继续在海埂基地训练。那14号当天呢是前往昆明拓东体育场进行采场，为15号晚上和卡塔尔的比赛进行最后的备战。那今天的训练呢一共是有23名队员参与，张琳芃和张成栋是由于轻伤没有现身，不过呢据了解这两个人的伤情并无大碍。